当地时间2月14日，留美音乐学子编排的《爱的回响》青年音乐家系列在纽约世贸中心车站奏响，吸引众多路人驻足欣赏。2月6日至20日 ，Zeblank 艺术空间策划出品的2024红球艺术节在纽约世贸中心车站举办，庆祝中国春节。红色的球是现场大型艺术装置，由大小各异的光滑红色球体组成。艺术节还融入沉浸式古典乐体验、爵士鼓乐、创新当代民乐、观众互动等环节，